正中一贯道白羊天使的使命。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九日，脸书 Facebook 法会的书胜道之尊贵。一诸天仙佛护法，福建莆田关妈妈的见证。她说，当点传师献供请坛时，她看到诸天神圣。 万仙菩萨降临在佛殿，尤其护法神一个个威武庄严的立在佛殿两旁，因此他坐着不敢随便乱动。二佛堂庄严殊胜，整个佛堂的范围比肉眼所见还要大出三到四倍。班元所坐的椅子闪闪发光，每一位上台的讲师。 跟在台下时的长相都不同。当点传师上台讲班规时，他看不到点传师的长相，只见一团光中显出两撇八字胡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三冤亲债主都来听课，活佛老师借窍灵谈，官妈妈则看到活佛的金身。 老师全身发光，同时后面跟着一群黑压压、无以数计的冤亲债主。活佛老师慈悲的安抚他们，其中有一位冤亲要来向一位班员讨债。老师苦口婆心的劝话，希望他放过这一位班员，让这位班员能够行利利德，以还冤亲 四九玄七祖都沾光，关妈妈看到了班圆的九玄七祖也在法会现场，胸前挂着名牌，衣襟上插着一朵白莲花，一面听孝道，一面跟着他们的子孙也哭了起来，场面令人感动。可见开法会的殊胜，我们的九玄七祖都沾光。 来到法会现场，接受佛光普照，法语滋润。五参班不能半途而废。一位班员重新开三天班，他说第一次半途而废没开完，今年重新开班。在夜里，奶奶托梦说：“你第一次新名班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半途而废？” 害我不能沾光。这一次你好不容易又来参班，你要好好参班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于是他这次就把班开完。六班员参班要专心。灵坛主有李天说，班员如果打瞌睡，祖先就会听不到；班员如果请假，他的祖先不能来。 廖宇杰小弟弟说：“班员中途离席，祖先会被请出来，直到班员回座才可以再进去。若班员一去不回来，祖先就没有机会再回去。”七，我们祖先也来行宫法会殊胜，我们来护持办事，我们的祖先也能来参办佛事。 行功立德，印尼道清说，他外祖父曾托梦给他说，他六次到佛堂，外祖父有分到五次功德。第一次是他去开法会，因为是当班员被人服务，所以外祖父没有沾光。第二次到第六次，他去佛堂当办事人员，外祖父就有分到功德。 八济公老师的印证：你们的有缘人九玄七祖，因为你们来佛堂，他们才能来；否则，很多缘人在地府、地狱受苦等待，那种苦刑是二十四小时、分分秒秒的痛苦，难以解脱。他们靠着人间办盛事，有开班。 受了皇母的大恩大德，开设三曹，元人才可以集这个缘分入堂来聆听课程，才可以减少他们一些痛苦。法会殊胜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此图系一位印尼画家据阴阳眼，将在印尼光法坛开法会时的虚空景象手绘下来。 法会四周佛光普照，并有观正前方张、正后方吕、右边月、左边四大法律主律天兵天将护法。上方有诸天仙佛灵坛，龙鹤呈祥。左边有八仙、三太子爷、观音菩萨降洒甘露水，地藏古佛、弥勒古佛。 释迦牟尼佛、达摩祖师、耶稣基督等五教圣人，师尊、师母则从右上方莲台下来，到佛堂前方外面，向外面搬援之无数冤亲债主，围绕在佛堂左右及前方众多白色鬼魂下跪磕头求情，恳求他们暂勿索讨业债。 让班员能安心学到，佛堂后方则是班员之众多历代祖先在听课。该印尼道清并未了解中华文化，竟能将中国古代仙佛之装扮画得栩栩如生，真令人不可思议。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天恩师德的浩大及道真理真。 天命真有一印证法会的盛况，已有太多太多的人亲眼目睹。有的人是天生就有阴阳眼看到的，有的是经过修炼后具有阴阳眼看到的，有的是灵性出游时看到的，有的是仙佛带领灵游时看到的。从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地方。 不同信仰的人，不同语言的人，所看到的盛况皆大同小异，在在证明了灵性的存在与求道的尊贵。普愿大众皆有实事求是的心，用科学的方法与精神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世上无奇不有，并非只有眼见才为真。 当我们的眼不能见时，宇宙的事物还是一样存在的。唯有用心好好的去体会，慢慢的去找出证据，您也可以生出无比的信心。星号吃素就是修道的第一步，修道基本的慈悲心。看到跟听到动物被杀的时候。 这种惨叫声，悲哀的声音。虽然它被剁成一块肉了，难道动物就没有生命吗？就是因为有生命，它才痛。所以吃素本来就是修行人的第一步。若是连吃素都做不到，对动物慈悯心都没有发出来的话， 怎么能够称得上修道人呢？星号，所以吃素是真好，身体健康无烦恼。吃素是基本，修行就是要了小前业。既然要了小前业，就不要再造新业。星号，你吃他一块肉，来日你必须得还他一块肉。 星号若是有一把菜刀在脖子上抹来抹去，这是什么感觉呢？是很令人害怕、恐惧、恐慌，是种痛苦。星号当人在医院，病人要经手术时，医生没有打麻醉药就要开刀，一把刀在大腿上切下一块肉。 是不是很痛，令人震惊？那么动物也是一样，这一把刀在它脖子上切，在它腿上割，鸡、鱼、虾、牛、羊都会很痛苦的。星号，所以不要再造星夜，不要再去吃荤物了。 不论年纪大小，统统一样，不能吃就是不能吃。星号总结起来，修行不实用五星有以下四点原因：一、熟食五荤容易引发我们对两性的欲念；二、生食五荤则容易使人发怒，让人变得脾气暴躁；三、 五荤的气味为天人所厌嫌，而为恶鬼道众生及魔王眷属所喜。四食用五荤消减我们的福德，最保护生态平衡，且无任何副作用。护身行为便是食素了，食素是菩萨行为，是救苦救难的行为。 井号邀请您从今开始吃素哦。